先把 PS3 关掉，下一个游戏不会玩 PS3 的游戏了。PS4，下一个游戏不会玩 PS4 游戏了。我还在考虑我要玩什么。我的，我的 PS2 的游戏有一些都还在六探那边，所以。你扑浪放的大胸部地城很好玩呢，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说，真心推荐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拜托，你有打到超过100天吗？我好想跟人家讨论哦。我本来昨天要去跟六探他们吃饭，想要跟他聊的，因为他会看技能什么的，我觉得他应该会有一些心得。可是结果我昨天没有办法出门。勿忘死魂曲我刚刚一直跟你说我玩很爽啊，你有讲哦，干，好玩好玩，是不是好玩？我刚刚100天死去了，血量不足。你玩哪一只？快，你玩哪一只？ Notice me, senpai, notice you 啊，好， notice you。 等我一下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先把那个，可是我现在很烂，我完全不可以拿来给你们当参考，因为我完全没有合成什么的。我吸血鬼等级2，干，我真的是觉得这游戏超他妈好玩，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的。怎么这么小啊？视窗截取。换这个好了。这个吧，这样吧。怎么没有声音？怎么没有声音？哇，没有声音。我抽到的怪都超弱的。这就是衰不衰的问题啊，我有一次也是一直都抽到一些怪东西。哇，没声。真的是没声耶。游戏里面有开声音？有啊。哇哇。没有声音，死定。反正这就是一个地城游戏，干，我真的是不行，我想要开声音。你看，这就是水，只能抽到两颗星。绅士模式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没有声音了。可这游戏开声音，你怎么会有火焰奶妹？我出去那个的，我抽到的，爽吧？他有一些氪金项目都可以在外面抽到，我想要重来，我想要出去重来，好爽哦！是不是跟你讲？爽。我只有人鱼奶妹，哈，你也是抽到了吗？他有一些都可以用抽的，我现在都不能抽东西。我中间还想说，哈，好想要解锁新东西，我想要氪金。然后，而且他那个怪兽包原本有开的那个怪兽都超少，可是我就很想要那个，我就超想要氪金把它全部买起来。他原本的地宫卡包也都不行啊。我到现在设施融合都还没有解锁，
我抽到植物人奶，谁是植物人奶？你们有人鱼？人鱼是谁啊？你有人鱼，那你也很爽啊！植物人奶，那你也很爽啊！我就抽到火焰奶妹，我还好，不然我本来是玩伊丽莎白，我觉得伊丽莎白超强的。还有上面那个不死族奶妹，你说这个吗？你说他吗？干，好想要，好想要，好想要哪一个人去研究一下怎么玩哦？哈，你们有谁赶快去研究一下？而且。而且我可以开困难一嘞，过一百天就可以开一嘞，我才发现。然后我解锁了那个占卜师，我不知道那占卜师是什么。他们说，觉得专精种族加魔王会比较好，专精吗？你是说就一直练上去吗？这是什么游戏啊？这个游戏叫做 Dungeon Maker， 超好玩的。我跟你们讲，这游戏你只要拿到自动之后，就会好过一点，起码你的手不会痛。比如说你用火焰奶妹，你怪都找火属性的合成，也用火属性的就会很烫，真的假的？有差哦。那你第一轮会疯狂的打架，还是疯狂的去活动呢？因为我现在都乱选。有了有了，黑骑士少女，我觉得黑骑士少女超烂，因为我完全不用那个陷阱的。目前这游戏就是你现在选，假如说你现在选中间那张牌的话，我有截那个游标吗？这游戏就是呢，你选一张，它就会有这种牌，我游标呢，然后有这种牌，然后如果你选这张牌的话，下一轮就可以选这三张牌。然后如果你选这一张的话，下一轮就可以选这三张牌。反正你就是一路走过去，然后它会有不同的东西，比如说有普通战斗，也有精英战斗。精英战斗的话，你就可以拿神器。拿神器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你这一轮会有一些特殊的，比如说它会让。你的生命最大值增加多少多少多少，就是那是一种神器，或者是你在游玩的时候陷阱的伤害加倍之类的，就会有很多很多神器。然后80天前塞满怪物，80天前尽量收集神器，反正就是这游戏有神器啦。啊，你这一轮死掉之后呢，你刚刚看我重生的时候，他会算你的经验值，你经验值有满一颗那个宝石，他就会给你10颗，你就可以出去外面魔界商店抽东西，那个东西是会留下来的，其他东西全部都会在下一轮清空。啊，王有一些天生技也会被锁起来，就是我们现在操控的其实是魔王，然后魔王的初始等级是重置的，可是他本身也会有一个等级，然后有一些能力会解锁这样子，那也是会留下来的东西。然后反正你普通战斗的话，就是只会拿到一般的钱跟奖励，然后他奖励这个是随机的，你可能会拿到陷，你可能会有陷阱可以选，你可能会有像这个的话，这就是地形旁边有那个锯齿状的话，就是可以放怪的地方啊。如果没有锯齿状的话，它就是陷阱，就是它会有边框。然后可是如果还有一种是齿轮型的话，它就是。就跟右上角那齿轮有点像，它就是有点类似你的战场上的 buff。哎，我这把陷阱不错，神器不错，怪全部最高两星。对，就是那个工商都没讲那么，因为我他妈玩了一整天啊，好几天。好，反正这边的奖励是随机的，
然后你只要选了就不可以回头，就是像我的话，我前面就是狂抽蛋，抽到一些强的再说。嗯，不过这个是孤独，因为他那个孤独是相邻非战斗房间会增加攻击力，可是我又不放陷阱，所以我就不会选。好，那反正我就抽蛋，抽，然后好运气的话呢，可能就是抽到四五星的怪，可是这边的话就是我衰，我只能抽到宝箱怪，干的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二星加二星超容易出四星，你会随机合成哦。我目前还没有出随机合成呢。合成会出新怪是要去魔界商店解锁东西的吗？感觉颇好玩。然后那个自动一开始不是就有的，就是你可能要去外面抽。嗯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活动有一个次元门，我上次把一个五星次元门我从来不丢，超过三星的怪，因为它有可能会一去不回，可是也有可能帮你直接升到五星，所以我通常都，对，所以我通常都挑那种就这里面不是也可以看那个怪吗？我就会看哪些怪超烂，可是他的技能又很好。通常我会丢狼进去，因为狼他会放范围的那个脆弱还是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丢狼进去，然后狼就会从三星变五星，就会比较赚。我现在有一只五星僵尸，不叫冲三小，就是当过渡期的吧。哎，丢一星最赚是没错，可是我觉得要看他的技能。因为后期技能很重要，反正就是这样啊。他奖励可以选，就是像我这一轮就没有蛋可以抽嘛，那我就会看，因为我不玩陷阱，那我就不会选陷阱。然后魔王强化卡牌的话，会消耗掉你的空闲卡牌，合成卡牌的话也是。可是你如果场上怪都很烂的话，那你就不需要强化，除非会有新的怪合出来啦。你们会没事合成怪吗？让他出新怪。这游戏有氪金要素吗？你可以不氪啊。我看一下，哎呀，90块买个好游戏，你就不要氪金嘛，你就不要氪里面的东西嘛。啊，赚！虽然很烂，但赚啦，可以啦，赚。技能有一个全场加盾很好用，谁的技能？占卜师要干嘛？你们有用过占卜师吗？我用合成升等。哦，我也会用合成升等，所以我很少用随机合成。怪兽蛋生出来的怪会不会被魔王等级影响啊？不会，好像不会。可是大家平均的等级会差不多，可能会差一点。然后，你场上如果就我刚刚不是讲说有一个齿轮的地形吗？就有一个齿轮的东西，你可以盖在场上，它就会帮全场这场战，就会帮战斗长加 buff。然后它那个齿轮的东西，就是它你现在有看到九格是可以扩张的，它可以扩到一次就是加三格。然后你扩的话，你把那个齿轮盖在场上，就是占掉一个格子，可是它可以帮全场加 buff。然后它那个全场加 buff 是可以升级的，然后它就可以让你的。你从怪里面抽到了蛋等级再加多少？凌晨2:45，2300人的工商，这是我看人家玩我才会觉得很好玩，然后我就买来玩，我就玩了一整天，自己非常的推荐，谢谢。免费工商，真的，这个要买什么啊？像这个，因为现在我的怪也超出来，我就会选看能不能升怪的地形。然后像这个的话，缓慢的话，我就可能会买，我可能会盖在门口吧。嗯，对。刚刚那个嘴速，因为我很想讲，可是我想讲的东西太多了。占卜师是干嘛？你合成出来的怪的技能可以洗，用占卜可以洗出 S 的技能。可是我上次点进去的时候，里面都是锁起来的，我都不能选啊，是吧？我可以点进去给你们看，因为我什么都不能用啊。你看不死鸟选择，你看它都锁起来了，我不知道它怎么样才可以锁出来，解锁出来。对，内建中文，内建繁中。
这都锁起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锁。而且他那个素材是什么？因为都是原生技能，所以我在合成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技能不一样的吗？比如说这个，啊不是，要合成出来的技能，所以我在把合成，所以我在把两只怪合成的时候，随机合成出来的怪，他们有一些技能不是原生的就可以洗。这真的那么好玩吗？就很上瘾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。然后这个地层就可以选择休息，休息会回复生命值，有一些神器会帮助你回复，会帮助你增加在休息时回复的生命值。改造的话就是把你场上的某一个地方改造成不同的建筑，然后训练的话呢，就是帮你可以用给你们看，就是他会帮你训练成精英，精英的话他素质就会好一点点。刚我屁股长一颗大头，有点恶心。是不是没有 iOS？ 有的，大家要记得 Dungeon Maker 不要空格，你就可以找到了。这是我听过最详细的工厂，因为我自己有在玩，我自己也带了三组，大家要不要选择？要不要考虑一下带一组呢？我自己也带了一组备用，然后我爸妈那边又帮我又帮他们带了三组，然后。我姐那边也分别包了七组哦，大家要不要考虑带一组啊？可恶，这游戏日本商店不能买，这日本商店当然是可以买啊，因为我就是看日本人玩我才买下来的，所以相信是可以买，只是大家可能中间空格了，所以没有办法买到。那但其实应该是都有上架的哦。那个宁芙少女好像很烂。请问有优惠吗？没有，我全家都在用。他上一代挺颇受好评的 Dungeon Defense， 原来有上一代哦。哦，然后这个游戏里面，它那个卡牌除了活动就是它会发生随机的事件，然后里面会有不同的跟你选，你可能会要花钱，你可能要会花生命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用花，它就会帮你改造房间之类的。对，活动的话基本上就是遇到各种不同事件，然后事件的话就会等一下再进去给你们看，我先合成一下，我没有办法思考转。活动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，普通战斗是最常见的，精英战斗，再来就是活动，再来就是占卜师。再来就是有宝箱，可是宝箱的卡很少，你可就是基本上很有可能都会出现在角落，你可能走过去就爆了，这样子就可能会没拿到。不过你基本上只要看清楚地图再选择走的路，就很有可能会拿得到宝箱。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啊？哦，地层就是刚刚那个可以选择休息，然后有改造跟训练三个的那个。再来就是王门了。这次工商怎么没有 banner？ 大家，这也是一种行销手法。福田在商城解锁快收费哇，那可是我没有啊。那个我现在要氪金才可以。你看我现在锁起来的东西这么多，我基本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合。好，然后其他有一些关于合成的事情，我有写在铺浪上面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我铺浪。我昨天还是前天有发一个铺。就是关于我怎么达到120天，然后还有关于合成这件事情呢。合成这件事情，你要去商店，魔界商店解锁合成怪兽跟设施的合成都要分开解锁。解锁之后可以去商店花钱，然后做特殊融合。不然像刚刚那样子，一般的合成是没有办法解锁到这种就是钻等级的怪兽。前天。iOS 只写了英文语言欸，放心，真的相信我，你一进去就是中文了，没问题的，相信我。怎么现在说话变这么快啊？因为我想赶快解释完。虚宝虚号呢？没有这种东西，大家自己想办法，谢谢。
该是绑手机语言啊，没有没有，那标题画面上面你可以自己把它改成别的你想要的语言，你想改英文就改英文，想要改韩文就改韩文，改日文就改日文，改中文就改中文。有时光组礼包吗？没有这种东西，自己想办法，自己去氪金吧，自己去氪金吧。哎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你想赶快下班的柜台人员吗？没有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讲话就会变得很快。Moonlight 是什么一类型的游戏啊？厂商有提供序号吗？抱歉，我也不知道厂商是谁，他们没有联络我。可恶啊！你们有人氪金吗？可以跟我讲，先氪金，先买了什么吗？是可以，好像可以直接回标题耶。回到标题的话，真的超像工商，就还好啊。真心推，你看繁体字、简体字、日本语，你看想切自己切，好。还好现在是半夜，不然厂商看到你潜力会很伤心。啊，我就自己有玩嘛，奇怪呢。卡牌包，反正你们就是每次出来就拿那个，它会升级，就是每次重生的时候会升级，你就可以拿这个东西十颗抽一包，去抽卡牌包。想吃自己打，这游戏真周到。反正我是不知道，就是那些解锁的东西要花钱的东西，是不是抽也可以抽到啦？因为我没有对过。但是你就是一直打，一直抽。然后这游戏还有成就系统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成就系统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成就系统也可以赚那个石头。这边有成就。对，这边有成就，基本上我一个成就都没拿，因为还蛮花时间的。我说真的，这游戏真的很花时间，很忙的人就不要玩了吧。好玩，大概是这样子，都抽得到，原来大概是这样。我很烂啊，大家不用参考我的打法，不过就是跟大家说很好玩。什么叫没有叫声？那个声势的选项就是，好像就是叫声的差别，但我不知道详细差在哪里。太浓了，非常，因为它那个解锁其实不快，我打了一整天伊丽莎白才八级而已，但是要十级才可以拿到十颗石头。然后我今天看那个日本人实况已经直接几乎八成的成就全部解光了，我就知道他整天都在玩。Moonlight 是 Dead Cells 再加上经营要素，可是我已经我对死亡细胞现在有一点生气，不爽，有点不爽。问到一份详细的介绍，我要躺去床上玩了，晚安晚安晚安。5月29上。我突然想到我要玩 Undertale， 它有一个氪金要素是经验药水。哦，对。Melancholic gaze. Attending customers during the day. 可以增加那个，它好像可以靠氪金去买经验。可是那个经验药水是永久的吗？还在聊，边看别的游戏边看边聊。画面还蛮可爱的。蛮好看的啊。好，加入愿望清单。可是跑步有点慢呢，让我有点担心。老大终于要玩我这辈子最爱的游戏，你说 Undertale 吗？Undertale 极神，可是我对于弹幕游戏非常的苦手，这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吗？
山神应该是在逛商店。对对对，我在看刚刚那个 Moonlighter， 可是他跑得有点慢欸，没问题吗？我现在只要跑步稍微慢一点的游戏，我就会快要疯掉了。不会，因为弹幕还算简单。可是卡西亚说他卡超久欸。苦手就多练嘛，走特殊路线不会太难。可以不战斗。推山神一款也是像素战、像素风战斗，光明旅者，光明旅者我已经破了。讲到光明旅者，讲到光明旅者，他那个 boss， 他那个 boss rush 真的是让我快要疯掉了，我真的打不赢欸。玩尸体派对啦，我给你，我不要啦。尸体派对要神操作，我不要。Moon Hunter 的话，我玩过啦。有装备可以加走路速度，你是说哪一个游戏？变形，重设变形设定。学员炼金术士，那个看起来怎么这么像？怎么这么像文字小说啊？干，好可怕哦！干，不要用显示细节去了，算了算了。我快吓死了，白很白，好好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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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要玩 Undertale， 不是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有多鸡巴，想说就边聊边打那个，啊干你的，我选了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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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游戏也是我很推的游戏，哎，要求哦，哎，请问一下，我一直玩，之前看山神玩光明女者，瞬间就买下去了，结果完全打不赢，真的假的？还好吗？睡了888888。我是觉得喜欢高难度游戏的人不考虑打一下，不打了一下，我也是看实况买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的 controller 怎么不动啊？Q 这游戏真的是鸡巴难呢！哔哔哔哔哔哔换枪，好。R1 R2 哔哔哔哔哔，诶，现在是散弹枪，散弹枪，对，散弹枪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。One shot 那个吗？这游戏他妈的！哎，我是不是捏到两颗啊？喜欢黑魂的人不买一下吗？让我小好焦虑，这个是 Boss Rush 的等级一。好啊，我买了，去破，去破。会在这边推是因为我觉得有 N 属性的人都可以买下。能量，这游戏真的是，然后我那天去收集了一下阿兄 Verge 的成就，我才发现阿兄 Verge 的，你们记得阿兄 Verge 吗？大家记得阿兄 Verge 吗？吗？有一个游戏叫《阿兄恶剧》。AXONBERGE 吧。应该是打过泰坦兽了没有？我打不赢，我要放弃了。你们知道 Boss Rush 要怎么破吗？就是在有限的水的量里面打完所有的 boss。再见了，这游戏，我绝对不会白金的。再见。记得 Necro Dancer 吗？我记得啊，我当然记得啊。888，再见了。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解任何成就了。阿兄 Verge， 给你们看一下阿兄 Verge。你们怎么会忘了阿兄 Verge 呢？怎么会忘了阿兄 Verge 呢？
我基本上就是买了一堆这种游戏啊，可是我都打不赢啊，我都打不赢啊。嗯，阿兄我觉得我好像快要破关了、欸，我好像已经破关了。我现在是在第二轮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我忘记了。哦，我还没破关啦。烂游戏！为什么我下不去？网啊！他是王啦，他是伪王啦，直接打伪王给你们看。可是伪王有点烂，这游戏就没有中文了。因为都是英文，我看不懂。反正就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故事。这样讲对吗？啊，随便自己去查啦。这一款游戏，我怎么会换到？武器呢？你们给我一点空档时间好不好？给我一点空档时间打他好不好？让不让人活啊？终于爆！血要没了。然后我手上拿的就是这游戏最强的武器了，大家不要怀疑。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类型游戏，我也是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拿全成就，因为这游戏真的太鸡巴了。
快点死啦！打完了，很快吧？看吧，很简单吧？哎，还没打完，抱歉。看吧，很简单吧？觉得黑魂男还是光明女子男？我觉得是，我觉得黑暗灵魂比较难，黑暗灵魂三比较难。これがダークソウルが、え、もうクリアした。ダークソウル1はもうクリアした。今は別のゲーム紹介しています。嘣！谢谢大家，直接看到结局喽。如果要看到中的话，我们 YouTube 见。我觉得看你的实况比较难，啊？是吗？ダークソウお疲れ様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クリアした。やっぱり3の方が難しいと思う。だからやりたいなら1からでも大丈夫だと思う。うん、应该是一代开始也可以。我觉得怎么有点 implosion 加 Cytos 的设定，这游戏出很久了耶。谢谢厮杀。日本人直接叫黑暗，没有啊，他不是，没有，他不是，您误会了，那个是简称。スリーの方がいい太ももしてたからスリーするね。そうだよね。スリーの方が画面が綺麗だね。いろいろ。好了，恭喜大家又破了一台了，谢谢。Difficulty normal， 这是我的成绩。再见。这游戏要全程就。这个游戏的全程就应该是我看过最难的全程就吧，因为它全程就要超级多人多轮，然后还要打 speed run， 它里面有 speed run 模式，所以喜欢银河战士之类的你们可以去打打看，我也是很推荐啊。觉得黑魂哪代比较难啊？王的话我觉得三代，地图的话我觉得是二代。我劝你是不要看不起我们高清太阳女王女哦。对吼，她有看到过吗？算了，不要特地开来看好了。特地叫人看胸部也太奇怪了吧？大概是这样啊，才三点啦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还这么早呢？我要怎么办？你要问问看吗？不要，不要，才三点怎么办？台主要不要改个 IRL？ 好啊。コメントあんまりできないけど、作業しながら聞いてるね。うん、ありがとう。お疲れ様。他说他要边做事情边那个了，边听了。该玩言语圣所了、啊。可以来个 Undertale 吧。Undertale 今天可以玩多少啊？应该又是跟上次差不多的进度了吧。